欣赏林博士的演出，我知道呢有一位小粉丝都准备呢献花呢就上台呢向你表达你的敬意的。咁我哋睇下我哋个小粉丝吓，小粉丝咦喂。我们中间那个我的好朋友于真，我们想请江涛过来，就是靠于真帮忙。那么江涛一口答应，非常感谢他，非常有善心。也谢谢大家就是邀请我这回来，当然也谢谢，希望大家有更美好的夜晚。对，谢谢。好，那你有带一支歌来吧？对对对，有带一首张国荣前辈的一首《平行》，希望大家喜欢。大家一定喜欢，大家都很爱你。谢谢谢谢。是一个非常有礼貌、谦卑的青春偶像。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同事咧帮阿林博士攞走扎花先。咁林博士咧随即都会就座。台下嘅每一位你，请你哋攞你手机出嚟先，我都攞。然后攞出嚟点咧？要。咁著個電筒啦，我先。誒有啦，你哋有未啊？嗱，既然唱明星啦，我想請大家每一位都參與，令到我哋成個會場咧，好似天上嘅星海一樣，咁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沉浸喺呢個咁優美嘅環境，留下難以忘懷嘅回憶。好啦，咁而家時間交俾兩位。So
人形的公仔是由姜涛送出的，不如你介绍一下。